第九题，请问轩玉跑400公尺时的平均速率为多少？我们晓得平均速率就是我花多少时间走了多少的路径长。那么这题的路径长是400公尺，轩玉花了64秒，所以呢是64分之400，那看起来可以除以8，所以有8分之50。那么我们可以再除以二就变成4分之25，也就是6.25。所以呢，第9题问我们说，请问轩玉跑400公尺时的平均速率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每秒6.25公尺。